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要上做爱心的课程。首先，我们把纸对折，像对尖尖的角。对好了吗？对好了吗？对好了吗，同学？好了。好。首先，我们再折成正方形，好了吗？好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再要笔画，好吗？好了。我的画，哇！哎，这角不对。对，放这边好了。我们首先用剪刀，就不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用也没关系，反正这也没有很难。就打开咯，很像猫咪，对不对？很像猫咪。